咱人若死哦，一般拢真痛苦，搁咱老来就倒个吼，哎，唔免烦恼吼。安那讲个吼，一般人若要死吼，迄个身躯身心分离的时阵吼，那像一只猪吼，你甲拔壳，安尼有痛苦无？嗯，应该是足痛苦个。哎，迄句话话你甲拔壳吼，安尼身心在分离的时阵非常痛苦。嗯，不过咱得到道的人吼，得到人生一志啊，咱知影生死门是对啦。吼，咱若要离开咱的身躯的时阵，那想脱这件衫，甲脱起来，安尼行啊出去，安尼有轻松无？嗯，有啊，有轻松，所以你袂痛苦啊，因为你知影生死门是对的吼。那所以这是阿土来讲的死，老的人生的条件讲的死哈，吼、哦、啊，佫有另外四项嘛，互咱真痛苦哦。哎，那啥物叫做怨憎会、怨憎会啦？吼、哦，怨憎会讲咱常常甲迄无佮意的人做伙啦。哦，我即个人看咧足讨厌，啊，我就是做工课，我佫会拄着伊，佮有这种人。哦，我们像怨憎会啦，佮是厝内底啦，嘛是有可能的吼、哦，因为咱真实人有结完事，佮就看到伊就不顺眼吼。哦啊，这个拄着无佮意人的痛苦吼，而且让伊真不知所措，甚至呢，伊也安那想要伤害对方，干嘛呢？也是有可能，所以这怨憎会苦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那是因缘呐。啊，我佮你爱会当去转换这个恶缘，你爱去感恩对方，然后吼做代志有坎坷。讲话嘛真慢，有感觉讲话足慢，哎，真慢。哎，啊，做代志我无看慢一丝啦吼，我爱想足久才会去做。啊，所以咧，甲人做代志时阵，为人吼，伊会挡袂掉，哎，挡袂掉。像你去做代志，遐尼慢安尼，哦，啊，伊来提醒，啊，伊在哪，我提醒我慢慢做，阿弟咧，啊，伊慢慢有，伊有知影我的时刻，为人做真紧啦吼，计划赶不上。变化，个性做起来。我阿衰怕我学到别人的教训，所以我咪想做亲身，阿来开始做。啊，别人咧甲咱提醒，有阵时啊，我只能用一种方式来想，我感谢伊甲我提醒，哦，爱感谢。